天团 Energy 暌违20多年再度回归歌坛，除了日前的签唱会，将信义区街道挤得水泄不通。新歌里头的16吨也意外掀起话题。从大学生了没吧唧的海产，九日在 IG 公开自己挑战16吨的影片，没想到他不仅坐久下就气喘吁吁。还在内文写下好了，我的人生在星期四早上就结束了，引发众人爆笑。